请注意听题，请说出三个林不疑跟陈少商的吻戏画面，请抢答。这个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花絮里很多。来，下班，下班，楼要下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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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班。这两个人听不下去了，让我来听。什么那个床上有吻戏吧，对吧？片花里有。看了很多次了，城墙上是有吻吧？那个陈小商那个杀青那天，好像被导演逼迫必须要吻这个男主，对不对？好像有这么回事吗？然后结果导演自己，我觉得是导演自己非常想吻吴磊，然后故意搞了这么一个桥段，有没有？还有什么？还有那种很多泪眼朦胧的这个吻戏，什么受伤的时候又被吻了，反正就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剧情。所以吻得香吗？这个岳飞问了吗？吻得香吗？请正面回答。哎，他们俩拒绝回答。请正面回答。假装没有听到。不要装卡。装卡。哎，吴磊。他们两个在装卡。哎，是怎么了？假装卡了。真卡了。对对，网络卡顿了。这个我觉得真卡了，没有他们磊磊卡，真卡了吗？演技在线，不可能。哎，他们俩很爱动，不可能卡成这样吧？对啊，你动不动的，肯定卡住了。哎，卡住了。这两个人真好，你们俩太默契了吧？演了那么久，眼睛都不带眨的，流眼泪了吧？太牛了，流泪了。对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剧当中或者花絮当中去找答案。但是我真觉得导演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导演。